强哥说今天晚上肯定来，他就是晚一会儿来。又没来啊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不重视你。范小姐，明金。 金爷，弟兄们，当心点儿啊！小心，刚好了。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快放我出去！叫啊！你在叫啊！你嗓子喊破了都没人听见。你们就不怕巡捕来抓你们吗？我们可是认巡捕房的人。巡捕房。 巡捕，哎呦，小美人儿，我就是巡捕。嗯，哎呀，看看看看，这个小丫头长得多漂亮啊！啊，不愧是大家闺秀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想跟你爸爸谈谈，赏我们一口饭吃吃。哎呦，你看看。 这脸多脏啊！来，我帮你擦呀。放尊重点。<笑>你爸爸冯静瑶一句话，让我在牢里待了一个多月。这一个多月里面，我连一个女人都没见到。哎呦，来吧！哎呦，你个臭丫头！金爷，九叔吩咐过。 我警告你，你要再敢动我们一下，小心我爸和文强杀了你。<笑>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爸爸，去找许文强。我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来救你，英雄救美。<笑>金爷，你去哪儿？要不要带你的弟兄？不用，我去美华赌两把。 啊，看好了啊！爷爷慢走。来，咱们接着打牌，接着打，来，给你了，快看看。程程这次被绑架是有预谋的。阿丽，她七点钟来西园，还有谁知道？